是马老华，我在宁波，我在香精角，我身后就是香精角，准备啊，给你们拍这边，我看了很多人围在这边，给你们拍一下，这边大概什么情况？走，这里也是有的，这里人不是很多。我们去前面看一下，还是有很多人在这边的。这里全是资料。太多人了。